大家好，今天我给那个竹鼠喂点那个薏米粒，因为现在冬天了，它也需要那个热量嘛。如果没热量的话，那个竹鼠很快就会瘦下来。一到冬天的时候，就稍微喂一点薏米粒就可以了，夏天都不用喂的。每次竹鼠吃的话，就这样，一只就给它那么多点量。他们很想吃了，我就饿了，用他们。这个猪手啊，这个皮很好吃的。大部分吃猪手就吃这个皮，皮里面的胶原蛋白啊，很丰富啊。胶原蛋白就在它皮里面，所以吃猪手的话就主要是吃它皮。不要打架啊，把叫花就卖掉。